好，我是小峰，今天要来开箱莱尔富2024年的福袋。那这一款是200块的，后面有印着龙，很可爱的龙哎。好，写一个满字哦，满在这边。这一个呢是399的，这个是从去年的12月20号就开始开卖了，是限量11万组。我家附近的莱尔富好像都是满满一大堆啊，都没有人要买，因为这一款比较贵一点，是399到799的，跟七龙珠联名的福袋哈。这一盒咬起来蛮空的，所以等一下跟大家开箱一下。后面有介绍，后面有福袋的东西，就是龙年限定的，跟七龙珠合作的，还有这个手提袋，有这个限量独家的包款，像是束口袋啊，有两种，一个是手提的，另外一个是束口袋的。下面也有独家的限定设计商品，是有8款，还有开运刮刮乐，然后可以扫 QR code 啊，也有中奖的机会哈。如果喜欢七龙珠的话，喜欢这一次的联名，它好像最大奖可以抽公仔嘛，有那个大赏，最大赏是不是可以抽这个限定的公仔，非常的贵哈，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抽抽看，可以去买来看哈。七龙珠超哈，先开箱200块的这个，200块的这个是山珍海味不满意哈，没有写。有看到吗？登录序号抽黄金哦，它这个可以抽黄金条，这上面有写黄金条的话是500克，可以抽到500克，也是蛮划算的。是要从1月1号的元旦，那1月1号就开卖这个哈，然后到3月15号来登录这个序号的话就可以抽。来打开啦，龙年大吉！哦，莱尔富的福袋都比较便宜耶，那个全家的福袋比较贵一点 ，seven 的也蛮贵的。好，里面也是满满的哈，哇，里面也是满满的。这个是一包乐事洋芋片，它是九州盐烧海苔口味，乐事的哈。这个乐事的话，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或起司的，那海苔的我觉得还好，没有到非常的好吃。洋芋片里面的 No.1 哈，对，不错。再来 Oreo 的，这个是卷心酥巧克力卷心酥啊 ，Oreo 的。当然啦，我比较希望可以收到 Blackpink 联名的，好不好？有粉红色的那个，粉黑色的那种，这也不错啦。这个卷心酥我很少吃啊，我都吃那个 Oreo 的那个夹心饼干啊，转一转，舔一舔，泡泡牛奶。Oreo 非常的甜呐、啊，这个 Oreo 非常的甜，好不好？肚子小饿的时候可以吃一下哈。奇多水口脆哈，加长起司口味，这个就是一般大众都会买的。还有起司条啦，奇多有出那个起司条啊，也是蛮好吃的。还有一瓶饮料。这瓶饮料叫做黑松花茶，黑解油腻的健康双认证黑松花茶，这个我没喝过了，都喝美招。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Pocky， 哦 Pocky 被压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被压到了，但是我福袋没有被压，它是百奇的，它是什么口味？草莓口味。加入会员免费领取专属活动哦。来个口香糖 ，Extra， 哦 Extra 口香糖，吃完嗑完来2粒，可以保持口腔清晰呀、啊。对不对？薄荷口味，这应该可以振奋一下你的精神啦。如果你想睡觉的话，来2粒哦，不是 ALS 哦，来2粒 Extra， 保证你口腔清晰，脑袋清醒。再来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续号啦，它这一次好像福袋都没有送红包袋，我觉得蛮可惜的啦。福袋里面都不送红包袋，红包袋是让我们可以包红包的，应景一下的呢。好，我们沿着虚线撕开，好，它的前面的造型就这样，一只很可爱的宝贝龙。2024，好，这是抽奖卡，可以抽那个金条的。那我打开一下，好，续号就不给你们看了，这。要登录莱尔富的 APP， 它有第一重抽是刮开大奖哦，它这里刮开大奖第一重抽是优惠商品买一送一，中杯拿铁不限冷热哈、哦，冰热不限，中杯拿铁兑换券哦，买一送一，即开刮大奖。第二个就是序号抽黄金，登录 QR code 哦，有机会抽中黄金哈、哦，就是要扫那个 QR code， 然后可以到它的莱尔富 APP 打序号哈、哦，这个就不给你们看啦，好吧？之后再来登录啦，200块的福袋就开箱到这边，可以抽黄金条啦，我觉得还可以啦。再来我们来开箱大家最期待的这个莱尔富的七龙珠399的哈、哦，我没有买到最贵的啦，799的太贵了，799可以抽那个公仔嘛，对，799的就是给那些想要抽 B 赏 A 赏最大赏喜欢这个七龙珠公仔的可以抽一下、哦、打开一下。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七龙珠的是限量的，我家附近还蛮多的，叠一整排啊，实在是都没有人要买，感觉大家对这个袋没有什么兴趣啊。它这个很难拆，要这样撕开是吗？有点像礼盒的感觉啊、哦，而且你看它这上面满满的龙珠啊、哦，满满的龙珠。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，蛮空的啊、哦，就一个这个袋子，七龙珠超的这个袋子是什么？好吧，这个、哦、真的是蛮坑的啦，蛮坑钱的啦。为了这个袋子买这个399，还蛮不划算的。加一个联名的就非常的贵哈、哦，没关系啦，反正我也只有买一次而已。漱口提袋，它是漱口袋的，不是提袋的，是漱口袋的。我刚以为是皮袋啊，漱口袋的，这也不错啊。不过这个味道蛮重，都是塑胶味啊。下面有个七龙珠超啊、哦，还有这个名牌，这名牌后面是龙珠哦，它就有授权啦。这悟空对不对？悟空，
那个爆气的时候。好没好没啊？好，里面还有什么呢？啊、哦，一个七龙珠的袜子，而且是联名的七龙珠悟空款的袜子，黑色的。啊、哦，不错哎，这个可以给我穿一下，穿出去就知道，哎，你是七龙珠迷，哈哈哈。这个外面买不到啊，就这个七龙珠的福袋才有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个，这是里面的抽奖袋，还有抽奖的跟红包的装起来的。可以头奖是金条五百克哦，也是一样，金条五百克。好，我们就打开一下，这一张是不是刮刮乐啊？是刮刮乐对不对？刮刮乐的话，我们来刮刮看好不好？刮刮看，这应该刮出来是有序号吗？哦，有序号，序号就不能给你们看哦。它是兑换日期是2024年3月31日，务必兑换完，务必兑换完毕。后面就注意事项啦、啊哦，这个不需要。那我先刮上面这边好了，刮上面这边，我先刮一个看看是不是序号。如果都是序号的话，就不给你们看了，好吧？好，我先刮刮看。它是要扫条码的，如果去来福购物的话，然后是在3月31号要兑换完毕哦。那最下面的话，这个是要登入序号的，这是立即刮大奖或者是抽黄金，自己来抽啦，自己来登入。看了里面就没东西了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坑的，就为了一个束口袋啊、袜子啊，联名的就卖那么贵。难怪大家都不要啊，都不抢啊！我还想说，哎，他外面布条贴着这个七龙珠的联名，以为蛮厉害的，结果哎，大家如果要买的话，都要买799的那个可以抽大赏的公仔，对不对？悟空超帅公仔，不然就是一个神龙公仔，对不对？好，以上就是跟大家开箱这个莱尔富的2024年的龙年福袋哦，这个抽金条啦，哦，两款都抽金条，我不推荐买399的，好不好？因为399的真的是蛮雷的，如果你为了束口袋，为了那个袜子买这个399的不太划算。不过这盒子是蛮。帅的，悟空的造型跟神龙哦，还蛮帅的哦。因为他也有介绍，就是里面的东西，看你可以抽到什么。然后它是后背包，就是束口后背包啊。我刚刚是束口后背包，是黑色款悟空的，所以我蛮幸运的抽到悟空的哈、哦。那还有一些杯盘啊、电锈片的钥匙圈啊等等之类的都有哈、哦。看大家喜不喜欢七龙珠，就可以去买一下。然后这200块的呢，就蛮少东西的，零食啊、饮料就超级少，可能就是他们清库存啊，好吧。那就是跟大家开到这里，来福的福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，也不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